为段奕宏为提名者颁发荣誉奖杯和证书。这张合影特别有一种全家福的感觉。谢谢，谢谢段奕宏，请入座。大家好，我是演员倪妮，这是我第一次站在金鸡这样的提名颁奖舞台上，我很紧张，我很开心。我知道我有很多的做的不足的地方，我知道我跟这么多优秀的演员站在一起，我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所以我特别感谢金鸡百花电影节能够给我这个提名。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已经是最大的鼓励了。我非常感谢张律导演，感谢漫长的告白，所有的工作人员们，你们对我的帮助，谢谢。还有就是演员这条路我会好好的走的，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讲话，我真的特别感动，因为身为女演员也会有很多人提过问题，就说女演员对年龄焦虑吗？我觉得有什么可焦虑的，看到我们台上真的各个年龄段的女演员在中国电影当中都绽放着他们的魅力和光彩，谢谢你们，谢谢你们，让我们中国女演员有了机会，让我们能够秉承初心，让我们只要坚守我们的梦想，就有可能会成功。谢谢。谢谢四位，请入座。但是有可能看到杨恩佑之后，很多人真的还会蛮焦虑的。有什么可焦虑的？实在是太小了，就出来抢饭碗。昨天我在入住的时候就遇到他了，我还想，哎，哪个家长这么可爱，带着孩子来参加锦鸡？后来他们说啊，这是今年最小最小的，而且是女主。是的，是的，以后啊，除了看电视之外，多看看中国电影。再也不敢随便欺负小孩了。对的。好，各位啊，接下来我们再来好好的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可爱美丽的厦门。